就当我是那油画里强烈光点，而你是那一尊火雕塑高冷寡言。大陆若要隔半边，难道天生的平行线？你再多有点我觉得不过自恋，平凡是单线，害怕情深缘浅，为何越望也越错觉，像美梦若隐若现。终于承认你是我心里那个人，当偏偏又遇见你忘掉自身，想触及你眼神，所有你怎么了？你不会因为得了个第一名就开始忧思，怕下一个第一名不是你，觉得很丢人吧？瞎搞的，你过分了吧？你瞎搞就得了个第一，你别说是我了，你把秦深放眼里了吗？这就是秦深弄的，他瞎扭就把脖子给扭断了。他拧断你脖子干嘛？什么我的脖子，是天鹅的脖子。我本来要做一个天鹅交警，结果脖子立不起来，我就找秦深帮忙，没想到他就给弄成了这样。单身狗的愤怒不可阻挡。我才愤怒呢，他杀了我的宫天鹅不说，居然还得了第一名，这简直是对我立脖子立了一个小时都没立起来的侮辱。你过分了吧，人家毕竟帮你得了第一名。看他那个手法的确是过来帮我立脖子的，但好好的说了没两句，他果断就把脖子给扭断了。我怀疑他是得了更年期。你说了什么？宋思义不是赢了比赛吗？他就说了些有的没的的获奖感言，然后秦深就问我打工是不是为了宋思义，我就承认了。那他会不会是吃醋了？吃醋？吃什么醋？你想想啊，他过来本来是帮你立起来的，结果看到你是为了宋思义，他会不会觉得这个天鹅就代表着你们俩？他一吃醋，咔嚓就拧断了宋思义的脖子。出洋城，神仙爱情。吃醋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在秦深身上。没错了，陕西古法，秦深的酸味。喂，袁浅，我已经回学校了，一起吃晚饭吧。我今天有点事儿，为了庆祝你夺冠的事儿，我来安排，你稍安勿躁。行，只要你记得就好。被拒绝了？他说今天有事儿，后面再安排。野心还真大。他答应我的就一定会实现，赶紧换衣服打球吧。今天不训练啊，不运动运动，浑身都难受。怎么了？你在打球啊？对。我有点事儿想问问你，现在去找你。好。学校的长等你啊。
试一下。你休息了。你找我什么事儿？愣着干嘛？打球啊！哎，看，看，你跟袁浅拒绝，不会就因为情深吧？没有，我就是突然想到了我的天鹅脖子，想找你确认一下。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弄断我的公天鹅脖子？是不是因为喜欢？没关系的，这个球应该砸不到我，我没那么高。我只是不想去捡球。他俩在演偶像剧呢。哎，去打个招呼。打招呼，打球。不打了。你刚刚要说什么？继续说。我是说，你是不是因为洗了手，所以一时手滑？我没有洗手。我随口一说。全宿舍就我一人，小点声。啊，居然只有你一个人，你知道吗？我们学校要拍宣传片了，每个班要选一个形象之星。我觉得以我的形象，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吗？视频都可以 PS 了。你这是在嫉妒我的美貌啊？是是是，对对对，我嫉妒你。怎么了？师姐又给我发短信说让我采访宋思义，就不能换一个人吗？你还嫌弃啊？人家戴雅青想去还去不了呢。想去让他去啊。那宋思义不乐意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宋思义本来就不爱接受采访，要不是他对你有求必应，校报上可能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是关于宋思义的。为了题干。宋思雨这家伙去哪儿演了？电话都不接。你也太不关注他了，他刚刚还发好友圈说在湖边练习呢。我关注他干嘛呀？我又不是武指上的。我去湖边找他了。找我？对啊，不是说好要给你办庆功宴吗？走啊，我请你吃饭。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你不是得了冠军吗？我又有新任务了。采访我。聪明。你要采访我的话，答应我个要求。你还有要求啊？我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也答应我个要求，不是很公平吗？那你说吧，什么要求？给我当一周的助理。助理？我才是你老大，你想造反啊？胆还不小。好吧，那你的采访啊，可就要泡汤了。算你狠。答应了，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老秦，袁浅，哎，知道我们学校要拍宣传片的事儿吗？我觉得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你和罗欣欣啊，简直是绝配。他也说凭自己的美貌一定可以得第一。罗欣欣，咱们学校难道是什么减肥集中营吗？罗欣欣拍减肥片啊？谁啊？陈希南，我打死你了！站住！你昨天下午到篮球场找我有什么事儿？没什么，说了你也不懂。你今晚有空吗？给我当一周的助理。我最近天天都有事儿。你要约我？你忙，不约。爽啊！每天训练都有妹子陪。一边去。我是宋思义的一周助理，你别想歪了。啊，助理啊！我说的是真的。哦，我信了。待会儿啊，你就掐表，从我出发开始，到了之后结束，然后记录成绩。你们滑艇不是四个人呢，其他人呢？我之前是四个人一组，但我现在一个人一组，你就负责记录成绩就行了。你改滑单人艇了？但这东西挺贵的吧？公司要和我签约了，只是有些条款还需要修改磨合一下，而且我已经答应公司啊，我要做单人训练，所以呢，他们就给我配了一个单人艇。原来是这样啊。而且为了就近守护你，我公司说我就在学校训练，就不去训练营了。你看我对你好不好呀？求你还是去远一点训练。口是心非。那你呢？你怎么总是来？我这叫对赛艇爱的深沉，所以来围观一下。你不懂我们这种赛艇少年的赛艇梦，是不分你我。你们不要说的这么暧昧。小助理，上岗了。干嘛？今天天气太热了，而且刚训练完啊，浑身酸痛，需要放松一下。说人话。给我擦汗，还有按摩。你还把不把我当人了？哪有一个男人让女孩子在烈日炎炎下站好几个小时，还让一个女孩子给擦汗按摩的？这还有没有人权？如果你反悔的话，那我可能会将夺冠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比如说我当时夺冠的内心的感受，夺冠时候人们热烈的反应，夺冠当时现场的氛围啊，夺冠那些观众的热烈的欢呼，还有那种鲜花的香味，还有以及我内心的各种活动。是你让我擦的，你要受不了你就自己擦，或者是另请高明啊。我可以，来吧。可以了吧？按摩呢？
给点力。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哎，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跟宋思义不都是形影不离的吗？宋思义有妹子了，还跟我们玩。人家妹子天天陪他训练。不说了，简直就是惨无人道的虐狗。谁呀？不会是之前雕塑系那个妹子吧？除了她还能有谁？宋思义就是个死心眼儿，不过我估计那妹子也难追到了，不然怎么会天天陪她训练？有道理啊。起身，怎么走了？不打了？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啊？吃食堂？吃你的饭吧，吃饭又堵不上人的嘴。我刚采访完他，顺便一起吃个饭。与我无关。那就好。你多吃点，还长个呢。你这小身板才该多吃点吧，咱们身高挺搭的。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恢复自由可真爽。后天就是最后一天，熬过去了就是天堂。秦深，我能坐这儿吗？谢谢。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图书馆？今天突然得空。你不是不忙吗？其实也挺忙的。最近啊，社团活动特别麻烦，事儿特别多，不去又不行，都快把我逼死了。不过马上就要解放了，好不容易。是社团活动？嗯，当然了。谁叫我的真爱是学习？同志们，讲个事儿，哎，讲个事儿，好事儿。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咱们学校要拍宣传片的这个事情，每个系呢都要出一个形象大使，但是这次咱们系有两个名额，情侣档。哎，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胜任这次。那必须得选帅哥呀，对吧？对，那就是我了。
最帅的不是我吗？陈庆南，谁？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我这报名了。女生填左边，男生填右边。哇，我的主场，你这体格，你说，你和陈启南的名字怎么已经在上面了？那可能是我们够帅。小琴，你真不打算报名啊？嗯，那我就不歇你了，反正报的人挺多的。我还是报名吧。毕竟是雕塑系，你什么意思呀？合着要跟我们一起竞争是吗？啊，你什么时候爱出风头了？你小子学坏了。袁浅一票，没报名的也能投票？但是这上面确实是有人投你的。啊，我没报。啊，不不不，我替你报名了。罗欣欣。未经别人允许把别人的名字报上去，晚上也能安心的睡得着觉。哎呀，我也需要人陪我嘛。没事，你都这么想，你不一定能选得上。罗欣欣一票。等会儿，再这样写下去，黑板上都是人名了。像这种一票，能不能不写？反对。陈启南，你凭什么说我只有一票？除了你自己以外，还能有人投你吗？我哎，打住！要不然咱们两票以下的就先不写了。OK。没事没事。好，我宣布，咱们男生最高票得主是秦深。真没想到，秦深这么快。他可能是像我一样，被你们什么损友吧。你说秦深报了就有人投，这个看脸的社会不会好。我比你多一票。哎，我宣布啊，女生最高票得主是袁浅同学。我们班的秦瑞丹就这凉了。官方 CP 锁死了。打住打住，那个我的情报有误，情侣档是表演系的名额，咱们系只有一个名额。所以咱们考虑是让男同学去还是女同学去？我弃权，我明天有事儿，罗欣欣不知道，他给我报的。秦深成绩又好，形象又好，非常符合，让我们恭喜秦深同学。那就恭喜秦深同学吧。袁浅，你去逛街了？嗯，我明天还要拍宣传片，就买了双新鞋。你要拍宣传片啊？我记得你们系好像是秦深。嗯，对啊，所以你们系要拍 CP 情节吗？怎么可能，都是各拍各的。不过，也有可能一起拍。哎，面要被你捏碎了。我喜欢吃捏碎的。可这是泡的。对啊，捏碎了泡更好吃。我先回去了，时间不早了，拜拜。干嘛不穿赛艇服？今天不训练，我是来跟教练请假的。那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害我一大清早就来了。
反正你都得来，何必给你打个电话呢？毕竟啊，我每天都想看看你。我昨天看不到你啊，就特别不习惯。你看我干嘛呀？你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呀。都怪你，害我错过了出名的机会。那你做我女朋友吧，做王的女人，肯定出风头。好吧。干嘛去？我今天一天任务，你作为我的小跟班，是不是得跟着我？我今天一天得拍完，咱们抓紧时间走吧。拍完，拍什么呀？我代表我们体育系拍宣传片，你懂的。这么巧，除了我，全世界人都在拍这玩意儿。什么？我是说，你们所有拍摄人员都在一起拍摄吗？是啊，所有的形象之星应该都会在一起吧？毕竟我们学校没有那么多钱请那么多机位。那岂不是要和林薇还有秦深碰头啊？那怎么行？哎呀，你怎么了？我肚子疼。哎，十一啊，你长得这么帅，一个人肯定能搞定。我快疼死了，先回去了。吓死了！奇怪，我干嘛这么怕被秦深看到？我和宋思义清清白白的，有什么好心虚？我一定是害怕他见到我做小助理的样子，有损我的威严。所以你们是要拍 CP 情节吗？怎么可能，都是各拍各的。不过也有可能一起拍。大家都出来准备吧。你还记得那个回训节目吗？就是回训节目的那个算法。你来了。哦，我是来拿，快来帮帮我，我一个人挂不过来。化妆？我不会化妆，你们毕竟是要拍宣传片的，还是要画得好看一点。怎么可能，再不会画也比男孩子会画啊。其实打个底，修个容，画个眉毛就行了，很简单的。拜托了，我手都要废了，还耽误进度。好吧。同学，他给你画。袁浅可真可爱，迷迷糊糊的，刚刚还差点摔了一跤。其实我真挺喜欢他的，每次跟他出去啊，就觉得自己像带了个孩子一样，太可爱了。好了，谢谢啊。哎，小助理，你不是肚子疼吗？你怎么来了？我来化妆。你呢？你怎么在这儿？我回来拿东西，林薇让我帮忙化妆。你肚子不疼了？不痛的话，你就帮我画吧。
是不是想旷工，所以才跟我说肚子疼？我走到一半，肚子突然就不痛了。你别看着我，看上面。嗯。哦。你干嘛呢？你又不让我看看，那我不得找点事情做？你再乱动，信不信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你会化妆吗？你怎么一直只是画我的左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我左边擦呢？你先别看。秦深，你再皱眉，我就要给你画成钟馗了。你等我画好了再看，保证惊艳全场。听你的。来来来啊！画完妆的先走，分两组拍啊，不然来不及了。来，那个体育系的男生，你先跟我走。好嘞。啊。我们走吧，摄影师喊我了。我要留在这儿帮忙化妆。你是我的人，得听我的。我走。他们俩可真养眼，在一起还挺有趣的。他比你晚画的都已经画完了，你要是不会的话，就让他来。马上就好。你是生气了吗？因为袁浅和别的男生亲密。这天太热了，你有水吗？没有。那你给我扇扇风呗。赶紧拍你的去。我得享受一下最后还有小跟班的美好时光。我不伺候了，你就说你到底接不接受采访？你前两天不好好的吗？今天怎么突然不爽了？因为秦深。你不接受采访就算了，用不着这么奴役我。我不这样的话，你这两天怎么可能抽出时间和我在一起呢？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休想造反！你要记住，我才是你的老大。还有，多大人了，还要人陪着训练。如果你当我老大的话，可以一直在我身边。我愿意让你一辈子当我老大。你肉麻死了！走了，老弟。好的，老大。好了，我帮你拍。来，我们平拍啊。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昨天训练的时候有点肌肉拉伤。那你怎么不休息一下，还来训练？拍摄等于休息，不然我现在应该还在赛艇里呢。你真拼！哎，喝点水吧，当运动员也太不容易了。比起夺冠，我觉得追到你更不容易。那当然，像我这种仙女，岂允许你这种凡人觊觎？还是好好当你的运动员吧。那两个人好像比表演系更情侣档哎。怎么了？Thank you.
借用一下。我觉得你不拍宣传片挺可惜的。嗯，我这样也算是参与了。是啊，以我小助理的身份。谢谢。你说，如果你拍了宣传片，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画面会怎么样呢？你说什么呢你？中了。挺开心的。喂，你好。啊，宋思雅，你等一下。好，谢谢。没事。柜子钥匙。哦，你好像放在柜子上面了。您在柜子上面找一下。找到了。好嘞。挂了吧。谢谢啊。常务，你怎么回事啊？哎，你礼炮就一个，你让我怎么拍啊？对不起，现在没光了，根本没时间。来来来，你赶紧过去。哎，好。发生了什么？刚刚要拍那种欢快的毕业画面，但琴声撞了我一下，导致整个画面都用不了了。彩带就一管线都在地上，捡起要很长时间，还有好多画面都还没有拍，时间可能不太够了。嗯。是你撞的我。既然时间不太够了，那我帮着捡吧。你是想替他弥补吗？啊？那你们一起捡吧。一个人不够，两个人刚好。来，演员，哎，过来。啊，好，快点。那我先过去了，一会儿找你，拜拜。要什么彩带？袁泉，Have you ever been told you were right? We will never give up on what you said.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 my life?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and give me your hand? You are the only one.
hope you're singing the song like tonight. Wanna spend all my time with you all.